日子经过经不住，双眼经过二十年呀。夫人，欧阳，是那阿母当初是因为烦恼来到位，咱阿母险险就来失散，如今重逢，今日也已经人断汉断。只是讲，有时我咧爱你阿妹啦，今日无伫厝内底。自细汉，你著对吴庆真严格伫咧教导，你安尼生哦，我烦恼恁爸仔囝感情拢袂亲啦。夫人，当初自时，我咧冰定秋哦，是你替我生啊，这个囝哩，要你家看啦。咱个囝生性懵懂做事，人讲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我哪有可能？对我家己的囝儿一个歹感觉，教伊是为伊好，希望日后会当做一个有出头的人，莫讲伤大的官位，上无嘛含伊老爸共款。安尼日后我嘛袂为伊烦恼啊。我哩了解，爱子心切，你跟我同样，希望以后伊也能得成为恁上人。我希望讲，夫人你和我的生活是共款的。卖讲甲讲，我伫咧对囝有偏见，伫咧对伊歹，对伊骂。好啦，囡仔若倒转来，有当阵放较轻松，头皮莫遮尔严肃。好啦，我知影好。对。你那边莫大声，缩缩去。吴庆，阿娘，哎呀，吴庆，你是创啥物？你的嘴干来有？哦，煞不知影。我讲朋友啊，伊咧练拳、练刀、练手，对不对？这咪伊讲，这嘛知影，一定是甲人冤家相拍。但是这有解释，阿弟啊，我这届哦，不是去做乌白来的代志，这届为着要解救一个。讲笑话，什么叫做乌白来的代志？我对了乌白来啊！阿弟啊，在条围观，碰到你四叔五舅，他这是谈阿弟生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！囡仔话拢还袂讲了，你著大声就伫咧讲，你嘛爱听伊解释啊！你著是安尼轻信伊，有去啊？你来看，发生啥物代志哈？宋知影，一个姑娘拄着一个空汉，我要解救啊！宋知影，迄个空汉啊，功夫比我较厉害，我尖到安尼死啊！哎呀，安尼你讲路见不平，你甲看卖咧，我的囝就是这样有义气，啊平安无代志就好啊！对啦，阿娘，我吼跟迄个姑娘有熟识呢，阮两个嘛有讲好亲事啊。讲好亲事。只是啊，伊收到急要倒转去啊，可能着惊啦，所以啊，又送了一个破人等我，做我的定情信物呢。有珠链哦，后日看卖呀咧啦。听见片面之词，你着相信家的事都有证据啊，无得看伊咧甲你骗呢。有珠链，太恶滚了。你是安怎是叫助理的？这个姑娘等好我呀，姑娘好你的是啊，伊对你有意爱，对我意爱啊。方才，我看这条助理，就连得见伊当今公主的助理呢。这是公主的，首先第二，我本来想要做这份亲情，莫非少年人已经有介意？安尼好好好，天数良缘。我现出是上朝明君，千朝万岁也出传事情。既是如此，那呢，我嘛通好准备武庆的婚礼咯。你感谢阿爹哦，你莫欢喜想早。现出是你已经重大成年，不是小小孩童而已。阿爹希望你日后做代志爱较稳重的，唔通懵懂做事。爱关情顾后，听无？听有。你某若娶落，就会稳定。爱有底线。切你咪死。好啦好啦，那安尼现出事，我准备上朝面滚来去。等候你。我来去，等我的消息。阿爹，我们哪行嘞？
阿娘，最是怕摸，就是这一日，赶紧的，有这样的所在，咱来街路，我来给你整一块布。好啊，规定做事情。来，你这过了真紧，已经十年安尼，十天你就过啊。阮囝有听啊，这间平我较大汉啊，是讲我当初时，我若卖做唔着代志，真正这个囝吼，到我身躯边甲我友好，啊，讲吼真正代。阮这个小主人啊，讲起来啦，我对不起因老爸老母。我今仔日所做的代志，拢是咧弥补我的过去。我咧尽量来解决，来解决。你若我来打架，架我了这么好，我希望讲哦，较少讲当夫人啊。伊若是讲有这偌济世间，把伊咱来当见着伊囝，伊才当来叫我无做。啊，无我多了，我就做贪心伊啦。是啊，哎呦，好嘞，你等下啊，是啊，你是干嘛跟着跑的呀？啊，无啥无事，咱今日比咱朋友有灵感啊，咱安怎干的呀？心情无好，我是变。你等下你等，见着恁爸，你心情不好，敢讲我去听着你呢？是啊，我看介一个姑娘呀，输袂到，我就是失恋啊，因为我心情会足好嘛。失恋？阮家这人办的失恋，哪有奇怪呀？有当时啊，人办。阿妈，别烦恼，阿爸给你带一个包给你。先生，你带来带包给我。我当失恋了，你搁叫我娶我？你是叫娶啥？你失恋？你真阿唔知人做你是去所在，你就无代表一个失恋的笑死人。我跟你讲，你细汉时阵阿爸去用来结婚啊。你家一个小姐，伊嘛去用大汉啊！我若只快去予伊，就是送亲来啊！姐，你根本都无感情的基础。你讲是细汉只嘛定亲，我个也无熟悉啊！你要叫我娶伊，我哪有可能娶伊落去？真奇怪！啊，恁爸甲恁母啊，阮就熟悉你啦，阮嘛是外人做诶。可是恁个时代怎无共？有啥无共？是真正就卖过。我歹娶，你唔娶，歹。你真正要嫁恁爸娶，啊？太怪是怎个呢？我今下子再娶吼，人嘛唔爱我啦吼。你今下唔娶，是歹娶。你若唔娶，爱讲我，你老母早就死了。我今日是讲你今日跌，到这个段咯。啊，我话你唔娶，我请老爸话，表示讲你无认我这老爸就对。是安尼死啊对。所以我对这个错的哦。我嘛爱吹卡卡，你爱是我一世人。是啊，你莫逼我。我不要逼你，你错。好。好做唔得好，你哋要准备做家饭哦。啊，我叫快快通知，咱们就是三天快，恁还都无报。爹哋呀，你感觉这比四人更更好？哦，听我讲，你别个头发讲我可恶啦，啊，别紧啊，伊当我自然心情歹，啊，我一讲了，头上来哦。哎，拜天地了后，有迄个个伫身躯边哦，伊就感谢我啦。走啊！哎呦，啊，看到你嘛是新娘对无？啊，那
是讲我做事情拢是笑眯眯，啊，你来摇头甲甲面啊？怪笑眯眯上衰，不是因为现在我要嫁红西，不是我心所爱的人。是安尼哦，哎呦，相信花轿成绩会到位啊！花轿嘛，已经到位，他花轿。Oh!
在什么价钱呢？啊，那我们在搞的多咩？只只只有房啊，啊，咩老床房，还有阮家婴儿拢在困啊。你在讲白山，我在我平常时拢做歹，我会做好啊。
好了，你的一名正式是司机，可是二十年来我饲你养你，我对你嘛是有疼惜的心嘛，以后你也是我的囝哩。夫人啊，我是你的囝。你在讲啥？你讲伊司机？是啦。哦，我的囝，我的囝哪无死？有哪这么大汉啊？所以你是我的亲生老爸。夫人啊，安尼讲起来吼，真正多谢你啊。你会当给我叫时间咧，这么将来，我你这温情，我唔知要怎报答你咧。这个温情，日后有机会再报。虽然讲平常时你比较放荡，也毋过日后嘛，给你收起来做遗嘱，爱好好学习，学人的规矩。我知影，安尼良师给你。那呢，伊头拄食伫咧吵闹，所以讲是良师怎样嘛？阿伟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囝你的，那是我的囝，自己订婚的是迄、那个，你就是爱人看你，咱个江苏妞妞是招笑伊来的。阿弟啊，你讲要报恩嘛？那安尼吼，我会收做遗嘱，你即阵的婚姻化毒消，卖穿。不用安尼子啦，做人的天生。阿爸少年袂晓想做唔着代志，你就爱看吼，即个当代人啊，伊个模样，你看人个作风。我知影，多多讲伊啊。哦，我即摆是伊个遗嘱嘞，叫出。现在你等我，哪想拢悲哀？我可怜的啦，我人要想另外。你刚才你要写什么？我来讲。日后好啊，来调价，安尼日后，卖使让伊成为一个温顺的女性。乱婚，就是来给你。我要乱婚，你免得插嘴。你就该爱穿衣服。祝你好好的，让你乱婚拜倒，罢了，上高架。